好，劲伶俐，搞掂埋最后入闸，心感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四场赛事五班千二短途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啊快嘅马都好多噶啦，有呢只金钱炮啦，咁啊心感啦，青梅竹马啦，出边有劲伶俐啦，最出仲有噶永常喜啦，同埋呢只金威里啊，咁啊六七只马喺前面斗下先啊，仲有只骑紧嘅六三嗰只迎进内栏啦，咁啊浅蓝衫，咁啊跟唔到啦，保罗威威你哋走先啦，再后多少神宝金刚跑出彩虹啊，咁啊尾四嘅位置咧就随时候命啊，尾三福之宝，尾二快乐世纪遥遥堕后嗰只咧，咁啊就系迎进嚟噶，好啦，转紧弯嘅时候啊，前面睇。嚟快噶啦，好多马抢啊！永常喜就拍住金威里、内栏啊、黑衫、青梅竹马，中间心感咁啊，一路搏住佢噶啦。响外边有劲伶俐，再后多少内栏白鼻箍、保罗威威，外边系迎进，再外边咧仲有神宝金刚、大爱当、快乐世纪啊，斗到嚟最后三百啦，透出嘅马咧仲系金威里啦，中间咧青梅竹马叫位上嚟噶啦，再见到后边嘅马保罗威威追紧，出边位置仲有金钱炮迎进，咁外边位置随时候命啊！最出就快乐世纪，最后百零米，保罗威威已经突围而出，都赢紧呢场赛事噶啦。第二名嘅马相当接近啊，金钱炮响中间第二机会比较高啲，出边六三迎进，入边黑衫青梅竹马就影相争第三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头段咧，咁啊咁多只快马之中咧，咁保罗威威算系跟到个内栏大约第七八位噶啦。咁啊后啲嗰啲就好蚀底啦。结果追上嚟咧，金钱炮啊跑第二啦，迎进应该系第三嘅机会比较高啲。好啦，咁啊，驻马房一出即胜啊，十二号啊，保罗威威啊，咁啊，杨明麟啊，跑第二名，十三号金钱炮啦，咁啊，何泽尧第三名啊，出边咧上翻嚟四号嘅迎进，咁啊，何梁家俊啊跑第四名，一号嘅青梅竹马潘顿。哇！出闸之后咧，成扎马斗快啊，咁啊，结果呢匹后上嘅保罗威威。最后阶段咧落到 6.3 倍嘅喎，罗富全又真。睇下预计派彩先啦，跑第一名十二号保罗威威，独人派63蚊，位置派21.5；跑第二名十三号金钱炮，位置派109.5；跑第三名四号迎进，位置派68.5；连人位12搭13，派1284.5；三重彩十二号、十三号、四号顺序派28077蚊；单 T 四号、十二号、十三号派7989蚊；位置 Q 12搭13派371.5；四搭十二派223蚊；四搭十三派979蚊；跑第四名一号青梅竹马。好啦，咁啊，转马房一出即胜啊！呢一匹保罗威威减咗好多分噶啦。杨明麟今日夜马啦，咁头先第二场都有个 pace 嘅。我啱睇下只青梅竹马入直路，点解潘顿好似啲边打下停下打下停下咁啊？睇个直镜会清楚啲啦。咁啊，结果影相之后第四嘅。三揀一嘅預計派彩啦，勝出組合 A 一隔夜熱門啦，預計派36.5。
四连环预计派彩一号、四号、十二号、十三号派10351元。四重彩预计派彩十二号、十三号、四号、一号顺序派252101元。好啦，咁啊，睇下第四名奖上里边一号嗰匹啦，青梅竹马到先嘅。睇翻巡逻影片啊，咁啊好多马都值得睇下佢哋嘅走势嘅。好啦，预备啦，起步咁啊，赢进就慢咗啦，咁啊全程都唔知做乜啊，唔知系咪健康有事啊，直情咧好落后噶嗰个赢进啊。咁啊前边啊几只马抢啊，一如预期啊，入边数出嚟啦，金钱炮啦、青梅竹马、心感啦、劲伶俐啦、永常喜啦、大爱当金位呢六只先，后边啊再嚟一只咧就系赢进嘅。咁啊保罗威威跟唔到佢哋啦，铁翻栏咧守住个好位嘅。咁啊出边就神宝金刚啦，跑出彩虹啦，包尾嗰几只随时候命福之宝、快乐世纪唔见咗嗰只就赢进。依場步出都真係超快，五班唔係頭場都4:00.78，咁啊真係快到嚟曬譜嘅。又係金威里喎，上一次又係咁快，又係金威里喎。咁啊前面嗰堆有一隻一可以捱生第四嘅啫，其他都隻隻散咁滯嘅。嗯。嗱，睇只青梅竹馬潘頓啦，以往出咗嚟咧，嗰啲車輪邊都好犀利噶嘛。睇下今日佢嗰個處理手法啦。因為步速快咧，你睇下嗰只隨時候命，依家先最後200望空。一蚊條邊出嚟咧，就跌埋疆城，咁啊執翻都持續追上嚟啊！呢度都想唔係好想打啦，打下停下。咁啊，心感都後啊，再贏進啦。好啦，福榜完畢，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十二搭十三派371.5，四搭十二派223元，四搭十三派979元。组合独赢3-1，胜出组合 A 一隔夜热门派36.5。四连环一号、四号、十二号、十三号派10351元。四重彩十二号、十三号、四号、一号顺序派252101元。睇埋孖宝派彩，头关五号、次关十二号派442元，头关五号、次关十三号安慰奖派407元。孖 T 第三场第四场嘅派彩啦，系395747元。睇埋分段時間，頭段23:46，第二段22:32，末段23:64，總時間1:09:42。